大家好啊，又揾一隻标迷嘅标啊，呢只系 VC 嘅 American 啊，枕头型嘅歪嘴啊，有啲人叫佢就嗱唔同嘅角度都得嘅。嗱呢个角度咧就系、是、以标盘为中心啦，咁但系你话纯粹打直睇啊得唔得咧？都得嘅。嗱，成个原理咧，佢将个标盘咧向顺时针啊，即系向右边啦扭咗，即系45度啦。咁但系咧，亦都将个机芯啊，机芯基本上咧喺3点位啊嘛，夹的。咁咧佢就逆时针又扭翻45度。咁一加一减喺个交接之下咧，就咁啱咧嗰个的的位啊，就好似以前嗰啲陀标咁咧，喺12点正中嘅位置。咁但系呢个12点咧，当然啦就。即是一个正常标1-2点的位置，所以呢即是一个即是传统6点钟的小秒针呢就 shift 了去一个4-5点的位置，是不是很有趣啊？整个即是布局的设计，因为呢就揸车用嘛 American， 如果你知道少整个即是设计逻辑，所以呢就歪歪地咯。想想呢很欣赏呢它那个枕头型的标壳，即是好像 Panerai 也是做到很薄啦。枕头壳之外呢另外做了4只脚的，但是4只脚呢它有一个很小的 details 位，我觉得做得挺好的，就是有一种钉窝钉式的设计，但是呢是装饰用的，因为为什么我见到个生意呢就不是真的两边即是指母螺丝那种设计。手动机芯机器是4400，见惯见熟的，这只机器在其他譬如 Chanel 啊都见过的，很漂亮啦，这个机芯那个倒角处理啊，咁整个打磨呢都是有一种即是圆润感的。咁夹板的设计都简单啦，主要是两块啦 ,Barrel Beach 同埋呢传动系统夹板。咁夹板的切割同埋设计上呢都做了少少 trimming 啊，咁特登呢去到即是打开了中间 center wheel 呢那个齿轮俾你睇嘅。壳型非常跳脱啦，好有话题啦，亦都系即系古典得嚟咧，亦都系唔系好传统啊，即系冇 traditional 嗰只咁传统嘅传统啊。我相信咧，如果有啲中价牌子咧，去到即系抄呢个咁嘅歪嘴嘅设计啊，系有市场嘅。